长，我看去你发的那熊猫我已经拆线了。嗯，拆了一部分。嗯，然后是各一人拆一个，然后明天或者后天把剩下的给它拆完就行了。到时候再给你拆。嗯，可以回到家哈。对，可以。行，那我们就回到家，正好你把那个我们之前这几个月，然后一起的费用，然后都给我算出来。好。给我打出来了。哎呦，我心里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但是我看到这些数字还是心里发颤。这个也是之后的。之后的价格我看了，之后价格，那你这一共是多少钱啊？一共的话是3万1105，3105。3105啊？对。哇，那这3105的话，那我就，我等会算一下，我等会先给你借5000块钱，然后我现在手头确实没有钱，后续慢慢给呗。行，干吧。行，反正跑不了。没事，管好，谢谢，那我直接给你先发五千，发。好。妈妈，这盆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走吧，啊？咋回家吧？回家了，带两个多少？到天上口一看，嗯，哎呀啊，还剩几天？对，还剩两股线。哎呀，摸，走吧，啊，直接回家哈。车在这狗粮还不管味了，咋的了？这跟秃噜一样，看着吧？嗯，是的哈。是不是的？你就是吧？不吃。天哪，家里没狗粮了。这一袋了？就一袋了。我昨天看好几袋了。还没吃的多呀。这个不能吃，太黄了。这跟秃呀。跟秃噜一样了，这催埋吧都。就昨天拿的那个针，跟那个大夫用的，隔壁用上那个多少斤？20。20，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对，你能看出好转。天天给上药，天天给清洗。啊，一直用着的。关键边上有伤。你在家搁，你再给我配个针，然后等下这些。拿回家，我要一会儿正好还得再拿你两袋狗粮，正好家里没狗粮了。喂大狗的话，你拿4斤的比较划算。行，24斤多少钱？20吧。嗯，行，我先搬两袋呗。行，我搁那个钱，包括狗粮钱，你再给寄个呗。行，好，干。好，大夫别动。给你买针去了。买针了。嗯。搁上。看大夫用不用干哈？大夫的最用干了。哎呦，厉害，大夫！快好了，就是躺着弄，我看着。嗯。疼，哎，慢慢杀一下子，哎，乖，大夫。擦一下。还得给稍微杀一下再给他。嗯。吃的零食，看旁边煮的面条子还搁里边。哈哈哈！看后小菜的，这里还有面条子嘞，咱早晨煮的，你还没吃了。面条子，躺着吧，咱们给我玩会儿就吃了。
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哎呀，小黑，小黑，我，小黑是我，是我吧？嗯，喜欢我是不是啊？总统也喜欢我啊？啊，小黑也喜欢我啊，都喜欢我，都喜欢我。你小心我。大热裤子，那我有裤子脏，又得洗啊。啊，天天洗裤子。啊，原来小白玲玲总在里呢，就是小米嘞。哎，小白玲玲，哦，长那么漂亮啦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干啥嘞？那你七夕节拿什么玩具？你要洗澡，听见没？你要洗皮肤病啊！你换了，你哥看见了，抢走了吧？你都不能咬住啊，咬住他就抢不走了。那的水溜你洗澡，干净吧这水啊？不是，天江已经尝试过了，说无毒无害的。我发现了哈，亲亲，哎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，亲亲啊？这个鸭子怎么头怎么断了？啊，这个鸭子只剩这个了。你俩当我不存在好不好？接着玩。对，当我不存在。嗯，他的嘴是什么味道的啊？啊？没有咬耳朵，真亲密，你两个又成好姐妹啦！我要，我想要这个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可以吗？你给我玩一会儿嘛？啊？不给我啊？那你可以把什么给我？玩具不行啊？你看，走了。欢欢，我是刚拿出来那个鸡腿吧？是那个吧？啊？是的。什么时候拿出来的？拿出来没有五分钟嘞，都开化了。你这就是不能跟他们玩这个玩具，没有了，一下开化了，炸化了。今天损失两个玩具。给你个机会，去摇，机器不要这个，这鸭子可惨了，是头那点断的。